中指、无名指跟小指哦。这一球敲得蛮结实的，在中右外野方向打到洞了，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。王以诚绕过一垒之后要往二垒走，球赶紧回传回来给到 Cut Off Man。这是一支 Lead Off Double， 五局上半开局的二垒安打。哦。哇，这球咬得非常结实，左半边。See you later。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让邱昌荣总教练笑开怀。这两分炮让富邦悍将一举哦逆转超前，2-1反超了龙队。哇，郭玉正这个状况来得很快啊。对，我想两边的老将哦，像这个林志胜啊、林哲轩都有做一些赛前自己知道面对问题的一个调整。哇，现在在这场比赛看起来都有很大的成效啊。林哲轩本季的第二轰，带着两分打点，打点数来到12分。有时候投手还没回神过来，他的专注度还没有集中在面对这名打者，他还在想刚刚我很可惜两好球，但那个失投球被打长打。